皇后命令，出境。太宗明，皇帝驾崩，皇后又岂会命人在此时出境？要不你找皇后问问，耽误了要事。你们几个脑袋够砍吗？ 也曾是豫章王的部下，如今王妃有难，我等岂能见死不救？打开城门，其余的给我杀！ 你带着王妃快走，这里我还能抵挡一阵。快走啊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快走啊！快走啊！走啊！ 啊！